一个鸡蛋，嗯，包在一起，这不暖宝宝吗？难道这样就能熟？不会吧，还真的熟了，嗯，太神奇了。我觉得这个视频是假的。真的，我看很多人做过呢。我不信。那我们试一下就知道喽。首先从母鸡的窝里偷一个蛋出来，然后再斥巨资用那个妹妹的零花钱买一大堆的暖宝宝。你说啥？我说用我自己的零花钱买一大堆暖宝宝。我以为我听错呢。你这暖宝宝行不行的哦？行的啦，你看最高温度65度哎。撕开之后把这个蛋放在这里，然后呢包起来，裹紧紧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做个标记啊，证明这个蛋就是我们放进去的那个蛋。那就让我来画一只鸡吧。大家看清楚哈，这不可能会作弊的。哎哎，随意一点，嗯，就这样，多包几层。为什么你的牙还自带声效？哈哈哈哈，真是傻，因为我很激动。不会贴的，我怕人家被我捏破了。你不要那么暴力好不好？我也来这样，我这样横着包一下，这样能发热吗？现在呢，我设一下时间，2.5小时，计时开始。点个赞，让我们一起等待奇迹。哎，我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视频给你看，你看两个人摩擦摩擦摩擦，然后把手握在一起，你看，哦，切，你这个更亮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个也很多人做过，他们都成功了。我不信，反正是不可能的。你要是能做出来，我的头弄下来给你看。首先准备一个大灯泡，怎么样？这个一会一定很亮。然后呢，直接开始哈，我拿着这个灯泡，嗯，你用手指压住这个底，不会触到。不会不会，哪有那么大的点？好，来，然后另外两只手摩擦，我摩擦我的衣服吧。那我摩擦我的裤子。好，哇，好了没有？我的皮肤都发烫了。来来来，手触碰一下。哎哎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错了错了，摩擦衣服定力不够呢。那摩擦头发，头发劲劲多。哦，这个可以。那来摆好，先把姿势准备好。哦，头发能起电的，以前我们做过科学小实验的，居然从电灯掉下来了，头发都耗没了。好了没有？好了没有？3、2、1，来手啊，对准。啊！你干嘛？网上小实验，不要轻易被欺骗。记得给我们点个赞哦。现在过了一个小时了，整一颗蛋都是很温热的。我觉得一会应该能煮出一个溏心蛋。哇，这个温度，我觉得说不定还真的能熟哦。那我们期待一下，再等一个小时。Later。下午5点了啊，时间差不多了。一层一层剥开，他的心好烫。我觉得你觉得有没有熟？应该有吧，没有也有个糖心。我觉得应该没有吧，这样就能熟，我不可相信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熟没熟？好烫啊！听这个声音好像熟了，不会那个？哎，不会吧？不会真的熟了吧？那我们来敲一下。哎呀，这时间要是再长一点，肯定能熟的。那也不能浪费啦，今天晚上就吃个蛋炒饭吧。哎，煮到暖宝宝，多包几层就不会失败了。